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郝师。这期上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格洛克手枪的弹药给用光了，之后呢，咱们回来再把它给攒到那个箱子里头，以后就不用它了。箱子哈，这里的箱子我们就用手枪打，因为有些是陷阱。刚才有一个化学液体，柜子里什么都没有。这儿又有一个箱子，燃烧瓶，我就剩七颗子弹了。这是一个圈吧？哎，这果然是一个圈啊。哎，有一根丝，看见没？什么声音？哎呀，滚！哎，头碎了哈！我去，从背后出现阴渣，我最讨厌你这种阴渣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咱正面好商量吗？蹲过去行不行？这因为这个不太好开啊。嗯，好，打掉了。好大的一片场景啊！哦，我拿喷火器来烧啊，拿喷火器烧。喷火器以后，我去，喷火器，哟、我去，我差点撞上了。这儿还有一根，看见没？横的。拿喷火器烧的话，就是比较节约弹药嘛。五钱币一枚，还有神马东西吗？哎，陷阱，什么类固醇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对我这么好，增加血液上限呢。仔细看看啊，别再来什么陷阱了。什么声音？咦，怪啊！来来来，换枪换枪！好，我换大威力子弹，把这些子弹打完之后，咱们就，咦，还有一个。死了吗？应该是挂了。让我把烟给掐给灭，老是在这儿熏着我。慢点走。有声音，不会还从我后头来吧？阴渣。小心一点点哦，不光是怪，还有陷阱。哪儿啊？声音是什么？火药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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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种大威力子弹果然可以哈，但是我就剩一发了。
顶上没啥人吧？那边好像是有一个陷阱吧，有一个红点在亮。推门进去，哎，安全屋啊！固体燃料。这还有一个能播放录像带的，好，这把枪给割回去了，以后不用了。嗯，割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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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枪拿上，我喷子的弹药不多了呀。喷火器弹药这么多。哎，喷子的弹药，看看，我还有八发。主要是喷火器烧不死敌人啊。嗯，娃娃看见没？我去，好好，用手枪打掉。喷火器派上用场了，以后你也就烧个箱子用。这里头有一个红点，不是陷阱啊。咦，看见这根丝没？看见这根线没？从这儿延伸上来的。但是陷阱呢？蹲着走。强烈化学液体。底下这一块怎么上去呢？没用啊，这根丝。来这边看看，这根丝连接到什么位置了？不管了，咱们跳下去。喷火器，猎枪子弹，看这头顶上这儿有一根丝，但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还有个大喇叭，哎，果然是个陷阱哈、啊！草药一枚，燃料瓶，电池，电池是干什么的？一个大的蓄电池插入电池盒后即可使用。可以离开吗？走不了啊。我们跳下来之后等于说没路走了。这边哦，电池就是放在这儿的吧。我去，烧了，电压太高啊。我靠，这是一场战斗啊。电梯下来要是怪啊，怪要下来了。
来换枪打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怪？快走快走快走，哇，呕吐怪，好像这货挺难打的样子。我30颗子弹爆你头，你总要死吧。我去，隔墙吐东西。隔墙啊大哥，你的呕吐物都能穿墙。哎呦呦呦呦，要吐了要吐了。要吐了要吐了。隔墙它虽然有。虽然有，但是它吐不到。打回去。走。哎，虽然他往我脸上浇了点，但是他其实打不到我。打回去。死了，这下子我就无语了。这样咱们就可以走了吧。反正他从来都不是我喜欢的。哦，这是一场小型的 boss 战。还行哈，好还行。我去，那攻略上竟然只字不提。我去，什么狗屁攻略？我就只知道后面还，咱们会碰见米娅和那个索伊，他们俩已经被绑起来，咱们要去救他。拿喷火器，有东西没？有卖东西？狗屁都没给。哎呦，一个死人，烧焦了的死人。哦，他会不会就是之前录像带里头那个家伙被烧焦了的？被烧焦的人，但是形状应该是掰不回来的，他就是会变成蜷缩在一起嘛。1146，你是下一个，不是1408。1146，这个变成那个什么随机的了。怪不得我们玩不了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按照那个解谜去解的话，我们到最后也会被烧死，非常的悲催。哦，这都回到这儿了。1146。大锤子不会再摆下来了吧？走，这是技能测试，所以不要作弊。手上的东西快扔了，把武器放回去是吧？我现在手上没武器了，行不行？我手上拿的东西，所有武器都要扔吗？幸亏这儿给个箱子，要不然我得跑多远。刀，刀我都不拿了。我靠！难道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行吗？对对对，咱们可以这样子嘛，拿个硬币总没事吧。我靠，咱们可以把让他把门打开。
哦，果然门开了。门开了之后，我再拿东西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真是个傻逼他。M19手枪哈，然后拿一把猎枪，燃烧器，刀子，急救药，猎枪子弹拿着，手枪子弹拿着，我去，看来他还挺聪明的哈。这儿看来是不能作弊了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啊，必须得清空才能进哈，必须得清空才能进。来吧，好喝呀！哎，拿起来蜡烛，都知道先把这个灶炉打开，啊，还打不开。插不上。那个图案是，先让他等他说完话才可以。这个旋钮咱们都不用旋了吧，咱们直接跳过去不就行了？打开这灶炉。我好着了，烧绳子去。直接把这儿的这个，你没改密码吧 ，loser？ 到底谁是 loser？S E R， 哼，连个密码都不改，以后记住每个礼拜要更改一次密码。那我还有必要拿墙上的这个这里头这个东西吗？是一个手指，它告诉我密码吗？我都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什么都不用去做了，谁让你让我看了录像带呢？提前知道了攻略就是这么牛逼。插上，这样等于说那个发条咱们没拿，它地上就没有油，就是发条拿了之后地上会漏下一地油嘛，然后会整个房间着火，然后把咱们给，你看这门就关了。我靠，是个定时炸弹。他作弊哈，他作弊了。这货就是本来他是想要那个，就是炸死咱们的。哎，门开了，门还开了。本来是要炸你的，该死！就是，就本来这儿有一个发条，咱们把它给拧下来的话，这儿有一桶油会流下来，然后这个蛋糕一爆炸，就会整个房间燃烧，然后给咱们活生生的烧死。但是因为咱们之前看过录像带了，所以说没拔下这个发条，哎，咱们就没事儿，不需要那样紧张。这能走吗？哎，这椅子还在转啊！米娅，另外一个人是佐伊，左边是米娅，右边是佐伊。我们就在那房子外面的码头上，赶紧过来。不是，哎，我对着一个电视，哎，我竟然能跟他对话，直接，不应该是你提前录好的给我看吗？我们两个竟然能对话。
我什么时候也可以给我显示器或者电视里头的人对话呢？不用个麦克风。屌屌屌！你看他这儿好多电视啊。D 系列的头。我们总算是找到了血清。试验区地图，存档点，箱子，拿上我们的武器。这些钥匙都用不上了。模型枪。我觉得我们也把那些给力的武器也用一用得了，这不用啥时候能用呢？是吧？类固醇拿出来，手枪弹药拿出来，燃烧器燃料 M19 手枪，猎枪，刀子不拿了，急救药，猎枪子弹。不拿刀了，开锁器拿一下。之前有很多都没有去开的。麦林枪，那把榴弹枪，这个我先搁回去吧。麦林枪我拿不拿呢？喷火器不拿，拿麦林枪吧，直接。我看谁敢来找我，我火力这么猛，火力全开。榴弹发射器也拿一下吧，直接把火焰弹都给带上。我去，这没位置了呀！做点手枪子弹，强烈，不用强烈了，就用普通的手枪子弹吧。这把枪看起来威力还是可以的。火药，我需要个火药。哎，在这儿，多做几包哈。合成14颗，24颗，再做成34颗，他又得那个什么了，又多占一个位置，所以说咱们24颗够了。带东西太多，算榴弹枪先不用了，燃烧瓶也不要，燃烧因为燃烧器都没拿嘛。简单整理一下背包，行，就这样吧，存个档。这关打起来感觉不难啊，特别的简单，特别的 easy， 也没有什么大的 boss。 这是麦林枪，拿上手枪就行了。哎，这是外面哈，我靠，这儿需要那个曲柄啊，需要那个摇棒儿，回去拿一下。我觉得我还是拿上榴弹枪吧，反正我可能。这打完都那个什么，都用不上它。总是得开几发的嘛，这么给力的武器，对吧？榴弹弹药呢？啊，拿出来过了，都拿出来过。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用了？反正不管是不是，我最好不要把它给扔掉，还是给它放到箱子里。用完给它放回箱子里，万一什么时候再有用呢？
子弹也不是很缺，所以说，就不拿喷火器了。以后应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陷阱了，需要不着那个喷火器了。看自己血量，满满的，好健康。有一个岔路，咦，从这儿可以过去。这里，一个药，化学液体。一个燃烧器，那个燃烧器现在也用不上。我去，我刚把曲柄放回去，这儿又是一个需要曲。你妹的，猎枪子弹。我去，这枪好给力啊，两枪打头直接死。还有怪吗？有的。换弹，死你呀！挡住，换子弹啊！死！我那么多子弹，瞬间就用光了，还得回去拿曲柄。有点小受伤哈，怎么还有怪呢？背后来不来？别背后来就行，有怪不怕。走，还有这三发，先把，哎呀，还会横移着躲我，最后一把啊，没打着。我走。猎枪，哎，还是这枪给力啊！那枪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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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停的打没用。没了吧？这个音乐就不是很响。回来拿曲柄，咱们再组一些手枪子弹。看背后，没有人跟着啊。进安全屋。我们。刚才拿的有，再拿火药出来。火药用的太快了。好，刚好可以做30个。这个燃料放回去。再来一个。再组一枚30发，好的。换个子弹。OK， 上吧，20多颗子弹够了。还有4个空位，应该也够了。哎，曲柄没拿，我去。曲
这个鱼饼我刚放哪儿去了？啊，最后一个就是。 这边音乐好讨厌啊，我特别难受听这种音乐。直走有啥效果嘞？直走的效果就是没效果，看来必须得去摇那个东西啊，咱们才能，然后绕过去直走。 你看，对了吧？这次曲柄不放回去了，走着，哟，死掉。 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呦，死！看背后，没人。推门，好，安全屋，给什么？火焰弹，看来接下来是一场 BOSS 战呗，兴奋剂。 火药，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了，没有足够空间，猎枪子弹，给这么多好东西，那必然是 BOSS 战了，必然是 BOSS 战。啊，这下曲柄应该可以放回去了。火焰弹，我拿10颗应该就足够了吧？什么 BOSS 战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 嗯，开锁器先放回去吧，反正咱有，回头就是碰见哪儿有需要开锁的，咱直接再去开就行。手枪子弹，手枪我也先放回去。如果真碰见 BOSS 战的话，我直接那几把枪跟他们对撸就行了。OK， 那就先这个样子。有存档点没？啊，有。哎，捡一下。 类固醇我给自己打了得了，直接满血。这俩东西也放回去。OK， 那这期节目呢就先做到这里吧，估计下一期上来就该是 BOSS 战了哈。嗯，那下一期咱们再往下面进行吧，拜拜。